谁啊？我治不好你，但我能帮你找到自由，可以来找我。你确定这个经纬度的坐标就是许西西所在的位置吗？所以我猜这个绘本所在的经纬度就是许西西所在的地方。江天成，以防万一，我们可以利用他安排的那个魔术拖出去，为我们找到许西西争取时间。天穗，你之前就认识陆晋言吗？是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没有利用过你。我相信，但你知道吗？我喜欢你。江天成，你喜欢我吗？抱歉，我应该谢谢你，连拒绝都给我留过了体面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田穗呢？他真是挺搞笑的，你为什么要拒绝他？找机会我会解释的。等一下坏了我可赔不起，我拿去吹一下。对不起，这个道歉是因为之前陆晋言的事，还是因为你拒绝了我？永远的好朋友。不过说实话，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秘密瞒着我？有，其实我朋友之间应该有秘密。进去看看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嗯。陆晋言，你终于来了。